刚刚提到就是说哈，如果我今天呢输入完成绩之后的话，诶，假如像刚刚是输入负一之后，它只会对应什么九十二、八十四、八十七。那负一的话是让它跳离回圈嘛，哈。OK，那结输出的话呢，就是当然我们刚刚是输出那个串列部分，也就是够 o 里面的东西。可是呢，我现在想要改变哦，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哦，诶。 利用刚刚输入的成绩做一点点运算，哦，这个运算其实也蛮常见的，有点像是产生一个报表，简易的报表结果了，OK 哈、哦。那比如说呢，哈、哦，大概大概最好是一一个格式化的资料哦，因为上面是输入，下面是输出。那输出的话呢，总共几个学生，总分几分，平均啊，取到小数点第二位好了。那最高分、最低分，诶，这个地方呢该怎么做？ 那当然，这地方其实可以视为啊，总共有一一二三四四道题目好了哈。第一个是如何知道总共有几个学生？哎、欸，总共几个学生？那总共几个学生？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了哈，其实就是什么？用 len 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你 print 的时候呢，哈，共有哦，然后串接嘛哈，把这个三放到这个字串里面的话，那我们就用 len 啊，把那个 s c o 这个串列放进来，它就会得到总共，因为计算完总共三个，所以它会把三这个资料放在这里。那因为呢，我要跟前面跟后面的资料串，好、哦，所以特别注意，记得呢，因为它三是一个三的数字，你如果要跟其他的文字串接的话，记得呢前面一定要 str 把它转换成什么三的文字，才能够跟前后串接，否则的话它会出现那个。 呃，形态错误的问题，好、哦，那当然了，如果你假设了哈、哦，不想要用转型的话，比如说你这个 s i n 不想加的话，哈、哦，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啦，就怎么样？哎、呃，如果你不用串，你可以加逗点，哦，加逗点，这个地方的话，哈、哦，如果你假设不用串，那你可以加逗点。不过呢，加逗点之后的话，哈、哦，它最后输出哈、哦，特别注意它这个地方哈，哎、哦呃，它会在。 这个串接的中间哦，会多出空白，也就是说共有空白三空白位学生哦，OK，所以这边输出的话，如果他没有那个格式上的要求了，啊，其实这样也 OK 哈，你就不转型，直接用什么，把它当成多个参数哦，多个参数，它那 print 本身会帮你自动串在一起，那这样的方法也 OK 哈，这是第一个第一个部分就是。 总共有几个学生？那我们可以用 L E N 哈、哦、把它完成。那第二个的话呢哈、哦，就是总分几分？哎，总分几分的话呢哈，当然我们可以怎么？我们可以哈、哦、把这个资料了哈、哦，哎当成串列嘛哈、哦。那有点像是那个在 Excel 里面一样了。那 Excel 里面我们基本上是用 sum 啊，这里概念基本上一模一样。那 sum 的部分的话哈、哦，我们可以把 这个上刮胡呢，那里面一样是放一个什么？放一个那个串列，但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总分哈、哦，把它计算的结果放到这个 total 的变数里面。OK 哈、哦，那我们就知道哦，total 里面就是放什么？放总分。OK 哈、哦，那再来的话呢，那我要怎么知道平均？ 那平均当然，如果在 Excel 里面有一个 average 的一个函数啦，不过因为那个 Python 里面没有这个函数，目前是没有啦。不过将来会不会加也不知道。OK，那如果没有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把 total，啊除以几个学生，那得到的就是平均啦。OK，所以其实这个变用计算的。OK，那所以呢，total 我知道了，平均我知道了。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本班成绩冒号，好，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是用 format 啦，因为呢，如果假如说，呃，我们资料里面哈、哦、有这个多个变数在里面的话，那习惯上、哦、我会把它用 format。所以哦，本班成绩冒号，那里面的话呢，我可以用个大刮弧，好、哦，那如果是要放总分是没有小数点的话，那我可以用冒号 D，那如果有小数点的话，那你看要取到小数点第几位啊？冒号有没有？点二 F 就。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OK，甚至另外一个方法啦。假设其实如果你是呃整数的话，可以用冒号 D，或者是说你甚至呢哈，直接加一个大刮胡，其实也可以啦，OK。那直接它怎么样？它就是把你的这个变数里面的资料就直接放在这个大刮胡的位置而已啊，OK 哈。然后它是不会管说你是什么样的形态，好。 那平均成绩的话，后面我们其实就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小数点的第二位。OK，那我们就是用什么？大刮胡，那那个冒号点二 F。这个前面讲过蛮多的，所以哦，Format 的话哦，第一个先把什么你的格式哈，哎，先做出来，然后再点 Format 之后的话，分别把 Total 跟 AV 区这两个资料分别放到 Format 里面，那它就会自动帮我这样把 Total。 放到这个大刮胡里面，把 A V 区里面的资料放到这里，那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OK 啊，输出结果就长这样哈、哦，几分，然后平均几分。那如果我要得到最高分的话，哎、欸，其实可以用什么？用 MAX、哦。好，那如果要最低分的话呢？我可以用 MIN。i 啊，一样，刮胡里面就放串列。哎、欸，那这个其实跟 Excel 还蛮像的啦。哈、哦，只是说呢哈。哦 在 Excel 里面当然就弄一个公式就 OK，可是，在 Python 里面是必须要把程式写出来了。OK 哈、哦，大致上是这样。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如何建立串列，好、哦，并且把资料放进来。好、哦，第二个的话呢，如何利用串列里面一些方法，把总啊、呃、这个人数、总分、平均、最高、最低分分别啊计算出来。OK 好、哦。 那所以哈、哦，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先再把这一题先试试看好了哈。那相关的那个这个城市啊，我已经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好，所以请各位找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五个单元好，第五个单元里面我刚刚讲的啊，是放在这个第哎、欸、应该是第几页？第三页的地方。OK 哈，那好，我把画面呢再还给大家试一下哈。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啊、哦，串列我是还蛮建议哈、哦，各位一定要熟悉，因为在 Python 里面呢、哦，用到串列的机会相当相当的大。这个感觉其实就跟你用 Excel 有点类似，Excel 里面的话，反正你你可以直接，当然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把资料先输入到 Excel 里面，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啊，请各位试试看哈、哦。